第七题，下列哪一个分子量最小？好，分子量最低，也就是分子要最小。那 A 选项、B 选项跟 C 选项这三个都是高分子的化合物，也就是聚合物。所以它的分子量都很大。那第四个油脂是小分子，它不是聚合物。三酸甘油脂它是小分子，它是分子化合物，不是高分子化合物，所以它的分子量会最小。答案选择 C。